我现在到了安徽广德的新航镇，这个镇与浙江的长兴是交界的，它的北边是江苏省的溧阳市。它这个镇的地区，浙皖苏三省交界的地方，所以这个镇比较繁荣。你看这个镇比较大，它属于三个省交界的地方，它的北边就是那个江苏省的溧阳市。南边就是那个浙江省的那个长兴县。整个镇比较繁荣，属于三个省交界的一个口子镇。等一下给大家航拍一下这个镇的这个全貌。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。深情地望着你，早安我的 baby， 你帮我迎接灿烂的曙光，迎接崭新的黎明。是你给我无穷的力量，勇敢地向前行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你，早安我的灵魂。让我在深情地望着你，晚安我的 baby， 你陪我进入甜蜜的梦想，放飞美丽的心情。是你给我贴心的温暖，聆听着你的呼吸，声谢谢你，晚安我的 baby。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。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早安我的灵魂。深情地望着你，早安我的 baby， 你帮我迎接灿烂的曙光，迎接崭新的黎明。是你给我无穷的力量，勇敢地向前行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
信心，陪伴我一路前行。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。